拉起手刹车，环保站老年三轮车队出动，锋利双眼绝不错过任何资源。他是李瑞珍，但七年前的他，锋利的是脾气，可让他吃足苦头。我以前袂惊环保哦，脾气也歹，袂甘人啊说一句啊哦，脾气就迄个倒下啦，规日都甲老公冤家。啊，老公来咧骂我，我就甲伊硬，啊就甲伊翻，啊翻伊厝啊就共拢无法，定死咯。什么厝内家迄什么都碗底，什么拢总尽扫扫破。经常嘛有阵拍去拍去着伤哦，吹气几百只，搁夹雨伞，只啊着伤啊，搁去推啊。个性强势傲慢，加上先生酗酒，两人感情早就像鞋子里的碎石，恨不得早日脱去。直到先生中风倒下，一切开始有了改变。大人发阿大声了，阮细汉的时阵，阮就淡薄惊了。啊，伊王伯哦，脾气较无好嘛哦，伊就两个开就那咧发恶者大声者。啊，这哦，再环保也好了，开心了哦，什么当都放下了，那伊就袂冤家了。2013年接触环保、认识慈济后，李瑞珍开始每天准时收看大爱电视台，也渐渐识字。平时照料先生起居，也耐心拉着一起做环保。我说，我若无闲，你做环环保办我知，我是做环保也好啊，做环保哦，什么都会解脱啦。啊，伊说办我做环保，啊，再者伊说家己爱做环保啦。伊说我做环保哦，一上卡哦，说真咧好势啦。唔免夹乖咯，唔免夹乖咯，较行哦，面子有较感觉较快活哦。过去的养鸡笼，如今成了环保回收点，少了争吵，多了环保，一家人从谷底扶持往上爬，从环保中悟出幸福真谛。阿姐哦，因为我是有能力的，阿袂当做一份都算不错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志工福建报道。